嘉义县侏罗山木偶剧团今年将代表台湾来参加大陆泉州的亚洲艺术节。剧团将以台湾金光布袋戏结合现代的 3D 科技，演出呢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让民众体会台湾布袋戏的创新魅力。精致的戏偶搭配流行音乐，大跳骑马舞，跳脱过去布袋戏的表演形式。嘉义县侏罗山木偶剧团在今年首度代表台湾受邀参加大陆泉州第14届亚洲艺术节。像我们现在的电视布袋戏，那它的关节，像我们的手跟脚的关节，它现在都是已经做成都可以活动的。然后它的尺寸是大概2.6尺、2.7尺左右，那它的眼睛跟它的嘴巴都可以做动作。巨大的戏偶、百变的服装造型，以及在表演中加入声光特效，这样的演出形态是金光布袋戏的招牌，曾经盛行于台湾50年代。侏罗山木偶剧团将以这样的本土特色，结合现代 3D 科技，在艺术节上演出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为了参加艺术节，侏罗山木偶剧团特地打造不同造型的20多尊戏偶，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剧团代表台湾出国发扬文化艺术的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传统戏曲的创新魅力。联合报蒲敏正嘉义报道。